尊敬大家午安。您是马老师，高兴能够第一次在耶稣教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。俺们想这件事，已经过来不拉不拉上西藏里。这个礼拜在巴黎有一个一点五百的营会。在帕里有那个一点五百的营会。在那边跟蛇老师还有东方牧师在那边分享信息。伊可是那是破人牧师动作说大方西藏里上水。今天下午我用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来分享，我想是一个很简单的信息。不过很多时候越简单的信息越难做。我们希望我们听了神的话，不仅听到，而且要怎么样行道。这个题目很简单，叫做从万事中得益处。那我们要打开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到三十节。如果你有瞬间你就跟着一起念，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看上面荧幕上面也有经节。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心意被造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又招他们来；所招来的人，又使他们为义；所称为义的人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好，那这一段圣经，我想我们都很熟。就是分享时常拿出脑子也有。特别我们对这一节的圣经非常非常的熟。这一是在盖经分享，我就是很有。就是我们都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我们不晓得万事互相活力，叫爱神的人怎么样，这一张名单上是对你大家说得益处，第二次爱神的人得益处，第三名单第二次，你相信吗？你写什么？你相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都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吗？你写上这样的事情，不是不久我应该办了第二次吗？相信吗？写上吗？相信吗？写上吗？相信吗？写上吗？这是神的话。开始上流。可是为什么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苦？许多的时候，有时候弄得我们会过得很苦。通常，如果你只念这一段这一节的经节，你会有一个误导。这种的大家这种概念思想，你有点误导。怎么样叫我们得益处呢？是那九你的第二次呢？你说你爱神吗？你第三吗？爱神的请举手。第三个请举手。大部分人都爱神，感谢赞美神。大部分人都是这样，不得赞美的。那爱神的人是怎么样？他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他自己的接引啊。你接着神呼召你来信耶稣的请举手。你估计是让福建一带的上耶稣的请举手。没有啊。你们是不是被神呼召来信耶稣？有没有？当时不是被让福建找的上耶稣。如果你现在神呼召你来做耶稣，请你举手。这都是让福建你找的上耶稣给争取小。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益处？两难与两争两地的爱子。通常我们解释这一段圣经，都有一种的迷思，叫做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从耶稣的加斯的圣经上，我们要给塞翁塞马焉知非福。什么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？什么叫做塞翁塞马焉知非福呢？意思就是我这一桩生意没有做好。就是我该做生意，劳动和。没有关系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。我该让解法是不是我的？因为跟他没有做好这个生意，后来跟他做好生意了。因为我们想到这个生意，后来你做的生意。我赚到更多的钱了，然后在这种的左边，是不是这种益处？是不是这种意思呢？这种益处好不好？这种意思合不合理？好不好？好。不好给我。不好给他。谁都不要你赚到钱。
让四九一把家都走遍。因为神要赐福给你的，让你赐福好你。可是这样的益处，可是那个益处，只是其中的一种益处，只中的一种益处。我追这个女朋友没有追到，我这个女朋友哪知道？后来就追到那一个，然后呢又追到黑个。那是我的师母，请她站起来一下，好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叫万事互相我理解的。叫爱神的人的益处。这个叫哪个意思？这个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益处。跟着解释，翁塞翁焉知非福的意思。那事实上，圣经不是这样讲的。是在也圣讲非常独立。我们都知道塞翁失马啊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晓得塞翁塞翁这个故事。这个他丢掉了一匹马。丢掉了一匹马，丢掉了一匹马。结果呢？这个本来很伤心的，结果就是伤心上面。后来得到了另外的益处，然后呢，一定给他弄了个戒指。有一个美国版的塞翁失马。有改美改版的塞翁失马的故事。就是有一群这个叫做飞鸟。有一种的飞鸟。那个从北方往南方飞候鸟。我飞鸟。有一只飞过来就有一点累。有这一笔要是飞我吧，飞不动了，你飞不动，离群了，你累中了。结果呢，他就飞下来啊，这个在一个谷仓休息。你飞在这个坐下睡。结果因为这个天气很冷，因为几次寒冷，他的翅膀就冻得不得了。你翅膀给冻哦，快点耶。他就飞下来，在这个谷仓休息的时候，你是在坐下睡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只牛。这个牛就有牛粪，给猫咬脑发，结果这个牛粪就堆在那只鸟的身上，给脑发就带在那个鸟的上面来。他心里想说，真倒霉啊！你上面是脏的麦，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大伙，你已经那些了，给副本，我已经赶不上了，你已经留言，我落到这个地步，我落到这个地步，结果又。被那个牛粪洒了一身，又被毛粪洒了一身。我真是倒霉啊！你光照顾得卖呀？正当他觉得很倒霉的时候，正多你行得卖的时候，他的身体突然觉得开始没有那么冷了。你的上身对于自家国家哪能热？他开始觉得很温暖。你国家行玉女，他开始觉得这个翅膀那个冰冻的那个翅膀慢慢暖和了。你给广东的翅膀慢慢都能玉女的。他就高兴地唱起歌来了。你有歌声的戒指够累。当他唱歌的时候，过去够一早来了一只猫，累了一只猫，看到这只鸟在唱歌，是那个鸟在那起歌，就把它一口吞了。你又不一口吞的。你们听得懂听不懂？你们听得懂听不懂？这是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？这是自己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本来觉得很倒霉，然后那个人行得卖，后来觉得这也不错，然后呢那个是要付出。可是后来当他很快乐的时候，然后呢都有行看不的时候，又被猫吃掉，又被猫吃掉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叫爱神的人的意思。这是圣经所获得的。我们现在不能只读那一节，我们不能只读这一节，我们要读下一节。我们也读五节圣经。下一节怎么讲？因为他，五节圣经说：“你仰慕他。”请大家说：“因为。”因为。因为是什么意思？仰慕神的意思。就是这一切的发生，这一切的事情发生，该清楚不是？神有一个旨意，让要给旨意。因为他一先所知道的人，要不你无心不知道的呢？神要叫我们得益处，让你叫我们得益处，得什么样的益处呢？要你得益处呢？他早就知道，你这一下的，这一切的事会发生，该气死吧，不是？他一先知道，你无心知道。那一先知道了以后，他定下一个旨意。你无心知道以后，你要登录一个旨意。他定下一个目标。你登录一个目标。他说：“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”无心登录我和他儿子的模样。请你跟我说这个字：效法耶稣。我和耶稣。效法耶稣。我和耶稣。我和耶稣。
什么叫做效法耶稣？然后就在我不意思，就是神叫这一切的事情发生，然后就给妻子祖先有一个他定下的目标，要给你的目的目标，这一切的事要向你啊，要叫你像耶稣，给妻子祖先无非把耶稣，这是一种生命的益处，这是就生命的益处，不是这世上的益处而已，是一个益处而已。世上的益处，如果神给你感谢赞美神，是应该给你知道你好我，你去神赞美。如果还没有这样的益处，如果在老那个益处，你要去思考，你们在这思考，神要叫我们得什么样的益处？让业就你比你那个益处，这个益处就是要让你的生命效法耶稣。那个益处就是叫你什么耶稣？这个益处就是要让你的生命像耶稣。那个就是叫你什么也耶稣。为了要叫你像耶稣，为了要叫你该把耶稣，神召你们来，让叫你该把来。你不要想说今天我来做礼拜是我要来，我的伴娘我给你找来做礼拜，你是我要来敬拜神，这样的心智很好。可是知道你知道每一次这个我们来的时候，神对我们有呼召的。我你买一次了，让你在我们给把要扶起。神对我们有他的旨意，让在我们的要给你旨意。你不要想说我来做个礼拜，我你伴娘我给你找来做个礼拜，我尽了基督徒的责任了。我让你真的都给站长。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，每一次我们累得让身体多重，来敬拜他，来降拜你，来听他的话，来听你有神对我们都有呼召的，让在我们是不要扶起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这个呼召是什么？你今天要抓住两个。一个呼召，你们有桌子的。一个所招来的人，又称他们为义。一个所接力的，要称他为义。请你说称义。称他不能说称义。称义。称义。神招你来，称你为义。让今天我们这辈子称呼你为义，并不是你已经有神的义。本父子无女子要死让你养，而是因为耶稣我们因信称义，只要因信无女子要死让称义。我们来到神的圣殿，我你累得让你圣殿，我请问你，你靠什么来敬拜这位圣洁的神？什么大不能你是本来你找的教法给我圣洁的上，神是全然圣洁的，这样是预言你圣洁的。我们有罪的人怎么样开开敬拜耶稣呢？我你要再给人智能回出来讲法跟圣洁的，不是靠着我的行为，不是靠着我的，如果靠着我们行为，我们没有一个配来到神的圣殿。如果在靠着我的，不是老干人回来的让你吗？是靠着耶稣，是靠着耶稣。你要效法耶稣，第一个要靠着耶稣。我你呀，我不耶稣的那一个是靠着耶稣。阿门，阿门。所以神称我们为义，让称呼你为义。然后第二个，第二个也给所称为义的人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所称的人要借他们荣耀。请你说荣耀。神他不能得荣耀。神要叫你得荣耀。让要借他不能得荣耀。可是这荣耀是怎样的荣耀？这荣耀是这样的荣耀，不是叫你有钱有地位有名声这样的荣耀。这叫你要左边要对付要弄松就是荣耀。这个荣耀就是效法耶稣。这个荣耀就是我无意思。这个荣耀就是我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。这荣耀就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话。就是来盖子上面。今天晚上我会讲一个敬拜的一个研习会。啊，什么失败的我会给降法给你一百。我常常跟教会的师班还有敬拜团这样讲。直接不跟四八或者江宝有地方过。很多人有那种迷失说啊，我今天歌唱得很好，荣耀耶稣。是的呢，没事的，我家东西的行头是有原因。哦，我今天敬拜带得很好，叫做荣耀耶稣。有人讲我讲不到的行头是有原因。我今天讲道讲得很好，叫做荣耀耶稣。如果德国的行头是有原因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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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不是那不是。巴蒂杜。你相信吗？你写什么？什么叫做荣耀耶稣？什么叫做荣耀耶稣？你的生命像耶稣，那叫荣耀耶稣。你的生命也耶稣，那叫荣耀耶稣。我常常讲，我唱歌唱得很好听。你这个就得喊儿童。神有没有荣耀一点呢？让你要那荣耀你啊？有没有？要的。No， 阿弟兄。好。因为
神的荣耀从永远到永远没有改变。神的荣耀是由永远的永远直到永远。你唱不唱歌跟神本身的荣耀没有关系。你前功夫前功夫让当上永远直到改。你一千个人唱哈利路亚。你七千个人不知道唱哈利路亚。跟两三个人唱哈利路亚。我连三个人唱哈利路亚。神本身的荣耀没有改变。让当上永远直到改变。相信吗？写上吗？相信吗？写上吗？因为神的荣耀从永远到永远没有改变。神的荣耀是由永远的永远直到永远。如果你想说哇，我唱歌哇，这样神得了荣耀，意思是你还没有唱歌以前，神不大荣耀。你在讲，你在前头永远上，你就是说你讲，然后前头以上有是的永远吗 ？No， 哈利路。是那个谁？相信吗？写上吗？啊，什么时候神得荣耀？神不早上的永远。是我在唱诗歌当中。我在听诗歌多久？我在讲道当中。我在获得多久？我在听道当中。我在得多久？我的生命被改变。我的生命被改变。像耶稣了。耶稣耶。这个人本来不会赦免的。你跟那个放的父爱赦免你。我打他一拳。你得一句。他给我踢我一腿。你又太踢我一台。我得罪他。我得罪你。他就要报复我。你又报复我。我没有神的荣耀。对，脑上有盐。有一天我打他一拳。然后你得一句。他说我左眼也让你打。嗯，左眼让他一点。就像像耶稣。对，也是耶稣。就像荣耀耶稣。对，是荣耀耶稣。他的生命改变。你的生命改变。他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。你的生命越来越耶稣。这叫荣耀耶稣。对，是荣耀耶稣。你要表达你相信吗？有事吗？你写什么？今天我们敬拜为什么？今天我们教法不在。今天我们听到为什么？我们今天听到是不在。今天这一切教会所有的热闹与活动，为什么？该干过的事情，你怎么是不得在？为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改变。如果这是结果，你怎么弟弟？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耶稣。如果这是结果，你怎么给你耶稣？知道怎么样赦免的？知道这个我你怎么想的？知道怎么样原谅人？下辈子能够找女业兵了，知道怎么样接纳了。下辈子能够找子女兵了。所以这个礼拜的演会里面有一个主题。这个礼拜要给字的。叫做在生命树上歌唱。在生命树上歌唱。我请问你，圣经里面有两棵树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有两棵树。一个叫做分别善恶树，一棵叫做什么？生命树。方便一五十棵。你觉得今天神在哪一棵树上？你要让人家投资你们。昨天你如果参加布道会，我想可能很多人没有，所以我到底说复习一下，什么叫做分别善恶？什么叫做方便义务？我请你把你的狮子拿出来。从头至尾不是这只。指向旁边的人。指向必须的。瞪着他，指着他的鼻子。对，指向这个背头。弟兄姐妹，这叫分别善恶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方便义务。这叫分别善恶。这叫做方便义务。什么叫做生命树？什么叫做生命树？我再请你把你的双手张开。我你双手接起。转向旁边的人。举起必须的那。给他一个拥抱。他应该拥抱。这叫生命树。这叫生命树。因为生命树，你看到什么？生命树，你吃的那个谁？你说神的标准高不高？你不认为也叫高不高？神的标准很高。让你变成韩国，可是他知道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做得到，所以他耶稣定十字架，耶稣为我们登在十字架，道成肉身，人肉身来服侍我们，来服侍我们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成为奴仆的样式，成为奴仆的样式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可以接纳我们，所以可以接纳我们，他可以拥抱我们，可以拥抱我们，这叫生命树。阿门。阿门。如果你想象今天神在分别善恶树上，这个我现在这个上给你讲的方便之一嘛。耶和华若就查罪孽，以乌亚将处在你，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。哪有人会站立得住？不是吗？不是吗？所以神呼召我们有一个目的。让福建文谣给目的，让我们得生命为义。你以为你可以把地证明？让我们不再接受魔鬼的控告。你以为你不再接受魔鬼的控告？让我们也不控告人。
你我要不碰的呢。让我们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。你我越来越像耶稣。张开他的双手。举起你的双手。甚至赤身裸体。然后只吃上一杯。因为这样，神接纳我们。让基督徒。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因信称义。我们认为上基督徒是要上基督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教会不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。弟兄姊妹，还不知道我们怎么办？因为神的道标准很高。要让你的你的标准还高。所以我们越听到标准也越高。我的愚蠢的，我的标准还愚蠢。我们常常拿着圣灵的宝剑。我的接近大家送了你二级。圣灵的宝剑是要做什么的，弟兄姐妹？圣灵的宝剑是专业有点的，是吗？圣灵的宝剑是要以空中掌权的来征战。圣灵的百姓是不空中解决你。我们征战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。我你解决不是空中。我们征战是以空中掌权的征战。我你给你解决是不空中。圣灵的宝殿是要斩断那恶者对我们的捆绑。圣灵的百姓是砸在空中给你物的，我你给你看过。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懂的时候，我们拿着圣灵的宝剑刺向彼此的心脏。我看到人来的圣灵的百姓刺向在乎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兄弟们，这是耶稣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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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，请你再看十字架。我们这次在这里。耶稣有这样吗？耶稣要求谁吗？那是魔鬼对我们的欺骗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是我就带我的肢体下掉。耶稣是这样。耶稣是接替说实。如果你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，我求圣灵来帮助我。如果我们要明白那个真理，你叫圣灵来帮助你，我们就能够在他的旨意当中有一种的平安。我们在你里面要求你帮助。我不接受控告。你不接受控告。我也不去控告别人。我们负责控告你呢。可是这个不接受控告跟不去控告别人，不代表我们已经完全了。我们服给你只有控制你，我不知道控制别人就因为是神称我们为义，那是让真无义不义。那事实上我们义了没？实在有你念的摇脑有没有摇脑？你没有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跟耶稣同得荣耀，就是还没有完整像耶稣。我们每一个意思都不用耶稣。我们的生命还是有很多的软弱。我一生妈妈要是个女呀。所以当啊，这个我们发现生命里面有软弱有挣扎的时候怎么办？多你心中中有命啊，要增加你才智能了吧？因为神称我为义，要让称我为义，所以我不用去防御，所以我们不用去防，我不用去辩解，我不用去逼着，我可以很真实的来面对我生命里面的一些不完全。我们要回应他站在你这里面，在你心中中的对于，你像人要是不明白救恩，那要怎么把教育？常常会是这个样子。姐姐为什么不是？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？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吃的果子？亚当马上说：“我做了媒婆。”不是我。为什么？是你吃给我那个同居的女人叫我吃的。是你吃好同居的女人，我自己反复吃。不是我。为什么？然后那个女人就说：“不是我。”那个女人叫我为什么？是蛇叫我吃的。是谁讲吃的？有没有发现基督徒很多时候？很喜欢打太极拳。我要他会这么多行去给他这一局。不是我。不是你。我没有错。我们老子啊。就如果我没有错，是谁的错？我们老子是你老子啊。是别人的错。是你老子啊。啊，别人也没有错。你那样老子啊。到最后是谁的错？那这样是你老子啊。难道是耶稣的错？那都是耶稣的责任吗？弟兄姐妹，难道是耶稣的错？因此呢，那都是耶稣的责任吗？所以，当你明白这称义的真理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。都你们把自己站了一招，了解他们作业的事。就是我们要学习会认罪。我们叫无罪，白两罪。会悔改。白悔改。你说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。你说耶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。为什么我还要认罪？我在梦话就两罪呢。你说你们喜不喜欢认罪啊？就是嘛，我们是不是四旬两罪呢？喜欢吗？喜欢，四旬吗？我知道你们喜欢是喜欢跟神认罪。我晓得你这是土上归属两代，是归属两代。
因为神太完全了，我当然不完全，所以我不可以认罪。要让他与人一致。我今天要问，要对你的挑战是所谓彼此认罪。不是在文艺界，其实我们也非此两宅。很多时候，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，认罪就是羞耻。这文艺无上的空间，对白两宅就是羞耻。认罪就是认输。两宅又是两失。这完全不是圣经的观念。对，与大夫生长的观念。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。只在文艺拿概念是语言。那。为什么要我们认罪？不是我因为两三年。因为认罪的时候啊，这个刘布里牧师有一个这个比喻。两三年之后有一个比喻。神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。然后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。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认罪呢？那不是我们发现两三年。我不知道在巴黎怎么样，在美国的话，他们每个礼拜会来收两次的垃圾。在他那晓得在每个买个礼拜收两次。啊，然后垃圾车就来了。垃圾出去了。那垃圾车来的时候，他把什么样的垃圾收走了呢？垃圾出去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垃圾收走的？把什么样的垃圾收走了？你看见那个垃圾收走的？把你自己从家里拿出来的那个垃圾收走了。就是不，你以为你不从那去了，你还给垃圾收走？只要你愿意拿出来。只要你愿意拿出来。垃圾车就把垃圾收走，对不对？垃圾出去了，你给垃圾收走。那你把垃圾这个拿出来以后，你家里还有没有垃圾啊？你的垃圾拿出来了，你不得把羊毛垃圾？可能还是有一些的啦。可能还是有一些。好，垃圾车来了，会不会跑到你家里去？垃圾出去的浮动。哇，在你的厨房找一找。在你桌子找一找。在你的厕所找一找。在你厕所要找一找。哎呀，我把这个垃圾拿走。我不会给垃圾拿走。会不会啊？白费的。不会啊。费。对不对？他说认罪就像这个样子，两人又像那个谁？你把自己的所谓的不完全的拿出来，你的是自负于有谁读出来？神就把它洁净，让有你继承的，神就把它收走，让有不收。所以我这个人就越来越荣耀了。我就跟他有越来越荣耀。我这个人每一次认罪的时候，就有一种的谦卑。每一次两人的时候，就会越来越气派。我就越来越柔和谦卑。我们越来越来越有福气，我就越来越像耶稣。我越来越来越耶稣，这是称义的得荣耀。这个称义的荣耀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华人的观念是，当我认罪的时候，就是羞耻。我们路上的同学讲，我讲才是羞耻。我在美国有一个小小的教会这个牧会的时候。我是在那个要点是在过百五百的时候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跟先生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不好。要给姊妹的努力细节感的非常差。那这个姐妹呢这个她的先生还没有信耶稣。你的细节还没上耶稣。事实上，她的先生是佛教徒。啊，是的，你的细节这个外国人。那你知道佛教徒很喜欢做禅。你晓得外国人好。修心养性。修三业圣。那这个姐妹虽然信了耶稣。给姊妹师傅给上耶稿。可是她脾气很不好。一个脾气很不好。哇，那很多时候吵起架来的时候，好多时候就坐吃不了。当这个姐妹这个忍受不住发了脾气的时候，都给姊妹两流扶持不被追着。她的先生就重伤。你的细节用出来点。然后就用话激他。要物质的资源。这是什么基督徒？你给人家知道的。你看我佛教徒比你行为还好。外国徒比你效率好。哇，这姐妹就很苦很苦很苦。你给姊妹也会也很苦很苦。有一次我跟他打球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怎么样来辅导他。一些正常的时候来辅导你。我说这个夫妻吵架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事。夫妻做不是很本业的事。只要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冲突。只要有男女的地方一定会有冲突。所以每一次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每一次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？我说就好像我们打球一样。有和有我们的教育是。有时候有赢有输。要上没有样，他没有死。那这个打球打完以后，不管你赢或输，你要跟人家握握手说：“哎呀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”来，给我你这样子的样貌的点事，我们都不太好来拉手。那就有一个人就是每次打输就不愿意跟人家握手。每次要那点事，有副控愿意不给拉手。他的球技很好。一个脚趾很好。球品不大好。脚品不大好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啊。风度不怎么好。红队负责因为他其实打输就羞耻。你不要跌输就是羞耻。有一次我就这样趁机会来跟他们沟通。不是要求像紫外控他们沟通。
他说，当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我们夫妻吵不得到，没有一个人是 100% 对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该人是100%对。我们说两个，没有两个同伴不会想嘛。所以可能我有九十，我认为我99%对的。人家讲我们叫家教是对的，他只有1%对。他有一个对不对？大部分是我对。大部分是人对。是，也许我有1%不对。我们要一个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说我们要学习一件事。我们叫无在一起制度。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话。是男子汉大丈夫的。你要为你那1%向对方来认真。你要不黑鸡符合就是有些代表这样说。阿门。阿门。那后来这个姐妹有一次就哭着来找我。好嘞，这个姊妹有一次哭着找你找我。我说牧师啊，我又发脾气了。你说牧师啊，你要不脾气。哎，我这次脾气发得很大。我们的脾气不长的。我的先生又发激我。你们现在有误在之前，我一气之下拿起椅子往墙壁一摔，墙壁就摔了一个洞，也有高一个洞。他说，我的先生竟然写了这个四个大字，把那个洞贴起来。我们现在写了四个大字，是什么的一个东西？人间地狱。你们那么大白目。哎呀，他非常非常的难过。我的家庭怎么变成人间地狱了？怎么办？这样吧。哦，他已经跟我说了他先生的不幸。你这个的生物，你是这个负责。我听完之后。不是他有摇。我问他说：“姐妹，你有几个线觉得你自己错了？”你不是要买个资本？你要人家资料在我家里。你可以为你那几个线跟先生道个歉吗？你可以问你那时候正是不是你先生？牧师，我做不来。我们是很正。你都不知道我先生多可恶。你晓得你先生觉得可恶。我现在不管你先生，我说你觉得你自己有几个线错了？我是的，我们父母你先生那样，你要觉得不送我家里。一个不送。一个不送。因为墙上只有一个洞。墙也只有一个洞。我说你能够为这一个线跟先生道个歉吗？如果你做不来，写一张卡。你可以不给人事不行，你写得起吗？如果你做不来，你写一张卡哈。就他回去以后，真的他做不来，他写了一张卡。一张的做不来，你写了一张卡哈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请你这个我的脾气是不好。我的脾气是不好。请你原谅我。请你原谅。他父亲那个没有信主的人，看到这个卡片以后，就把人间地狱就撕下来。盖那双衣服给他吃了的，比什么要有那个动作不一样的，有这个动作不一样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就是这个。这姐妹又哭起来找我。就这么要哭来找的詹姆斯。不是啊，我又发脾气了。不是啊，要哭脾气。墙上又一个洞。也要一个洞。这是我先生写了两个大字。你先生给自己的两个大字。魔鬼。母鸡。你说，要不再写一张卡片？我是说你是不是再写一次卡片？不知道我先生有多可恶。不是，你晓得我先生有多可恶。别人怎么样不是你的事。还能不写不是你。别人怎么样不是你能够掌握。你哪知道这些事？你哪进？你能为你自己这个不好的脾气，墙上那个洞是一张卡片，跟他认罪。你哪知道不是你本事？为了一个东西给你写一张卡片是这样的。那姐妹后来又写了一张卡片。他就是瞄了要死的一卡币。先生又把魔鬼撕下来。西非要给我们去思路嘞。加上再补一补。记忆再补一补。弟兄姐妹。弟兄姊妹。很多时候彼此认罪困难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我一辈子两代子该抗哪抗哪什么多。困难在哪一个人心？抗哪是在鸟一个人心。彼此。杯子啊！如果比上先认罪，如果背锅先两罪，我就认罪。我有两罪。我们夫妻有时候会吵架。夫妻有时候会吵架。哎呀，我很多时候很佩服那个先认罪的。不是你过行，白虎你先两罪，先两罪也很简单。我太太常常说，都是他先认罪。不是他，他的锅我是我先两罪。啊，我常常觉得都是我先认罪。不是你，我要一，我
为什么是这样子？我有时候真的很难跨出那一步。有的站在行那破起来一步。随心。自心。那个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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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节目也艺术的样子。今天你来这里，给你你那个嘞，我相信是神召你来。我是上午上午接你走的。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今天你那个让你老师不用为我们自己的这种软弱非常非常的被控告。拜读是这个女呀被控告，因为神称你为要让称我的。你知道神对我们的爱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吗？你晓得让的问题是一定要做这一份的。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所谓吵架的事。圣经里面有我有很多数字意思。这很正常。对，很正常。恭喜我这样讲。都是叫我。保罗跟巴拉巴属灵吗？对了，不能把主任吗？他们属灵吗？他们主任吗？他们两个刚开始很好，对不对？你两个人如果开始很好，对不对？后来怎么样呢？好，你说那不是你。后来为了一个马可，好，你说那个母婆，两个吵架吵到分开来了。好，你说不说得放弃你，对不对？这是记载在圣经里面。这是自在的生长过程，这很正常。在行正业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只有你过来的没？去年前两年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一年家用那个日子不是？这不是只是温州教会的事。盖福大只是预祝。这很多说是普世教会的一个现象。但是不是过来的一个意义。甚至在教会里面比这样大的事还有还有。上次你过来那个是古法呀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想法。要是我你给他看到的媳妇。教会是神的家。过来是让你读。神的家怎么会这样呢？让你读是让他不是你。圣经是神的话。圣经是让你读。神的话里面就记载这样的事。让你屋内买有自己那个事。我讲你不用接受控告。所以我你拜几用控告。你不要也这个特别不在这其中的弟兄姐妹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心中会有一些的论断。好，我好多做这个的，都是买我们上中啊，要不了服务。我说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很正义。圣经里面就有。圣经对面就有。可是圣经也给我们一个方向。圣经阿哈文一个火线，特别是保罗，后来他有没有悔改呢？保罗那个要拿翻译。他因为跟巴拉巴，因为马可的缘故就分开了，他现在马可不可以用了？保罗不那不要，母弟如果有放弃了，这个人伤心两立。对我的，你跟他大伤裂矣。那因为巴拉巴比较有那种欠位置那种怜悯的恩赐，所以巴拉巴现在还要用马可。我那不的还要做去米秋子去米有的是说一巴子来摸摸。那保罗是那种见到异象就冲冲冲冲的人。保罗是该冲冲的呢。他当他要往前冲的时候，马可的这种表现让他这个没有办法用。保罗是给我一冲的人，可是我那不是一个在用那巴布什么用。可是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，就是保罗年老的时候。说保罗在提摩太斯，提摩太斯二十岁的提摩，保罗你认得？就在他心中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那没那个节目讲的。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。多跑的路我们讲跑了。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所善的我们讲守着了。就是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我是要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。在提摩太后书里面。在提摩太后书里面。他加了这句话。他告诉提摩太说：“你来看我的时候，你在提摩太国，你在那伺候你找，要把马可带来，一个母仆大夫的，因为他在我传道的事上是有益处的。要么你在你觉得这样买单，你是要爱吃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说保罗有没有悔改呢？有是吗？你不背了，要拿翻译你，要悔改，那我们今天在这里，给你我的时间嘞。”我要再跟你们做一个见证。我是一个不能做的记者。其实这样的事情也在我身上。跟那个是圆润等的生意呢。就在去年。就是教你。我牧养一个教会。
牧师母一个给过哎。十年做他们的主任牧师。在你做的指导牧师。我从45岁到55岁，在这个教会。牧师，我三五十个，五五十个给过哎，这个你。那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。这是牧师给我讲的。我把我的生命都献在这里的。可是在去年我经历了从未有的这种的经历。不是我教你教你的语文内容的教你。因为我领受一个新的意向。不是我有的上意义。想要带领教会不仅是招募会友，而且要培养门徒。不知道在过的从节目会友都是有白白白一忙的。在过去的特别是3年的当中，因为这个意向跟这个教会的领导有很多的沟通。在过去3个中的有好多的意义跟他们沟通。我的教会里面有这个其他有9个牧师，有10个长老。一个过去没有教会牧师在给去的。教会有大概1000人。过为他给亲了。当我沟通这个意向的时候。都牧师不跟你沟通的意义是。几乎只有2个人反对。几乎只有两个人反对。这2个人，一个是主席，一个是副主席。一个是主任，一个是副主任。其他人都赞同，只他们都赞同。可是因为他们是主席跟副主席，所以呢，很多人不敢讲话。要给你是给自己负责任的，所以只他们能打不休。那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，我们就寻求神的带领。人家总得买不是个龙我让给大人。到最后，神给我很清楚的话语，很清楚的梦叫我们要离开这个教会。让他们真正的梦，不让你问你的眼泪就给搞过来。我已经说要离开了。牧师已经脖子也累。我已经公布说要离开了。牧师已经公布也是累。可是2个反对我的主要的领袖。连个字也放在你。就是那一位弟兄姐妹挽留我。有弟兄姊妹挽留你。我又改变主意。你也改变主意。我告诉你，这2个跟我什么关系？跟连个公司要你改。一个是我很要好的朋友。一个是你行业很重要。他们夫妻结婚的时候，还是我们从中错过。你父亲那边的话，是不是有多种成语？他们在写遗书的时候，是要我去跟他签名。你那个写遗书的时候，是他们是找亲不？那是我的好朋友。你是不是的好朋友？可是当看到有一些的领导开始讲话，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抓着我不愿意我们走的时候。我要是这个能有意思不休息的留下来做了牧师一拜早一早。他又很怕我改变主意不走了。还跟能有行不牧师给自己负责。在一次很私下的谈话当中，强烈的用很明显的字要我离开。你的事务的我都跟我行前一步你就愿意找一个累积。弟兄姐妹，你说我的心会不会受伤？有这么一光的伤自由心。会不会难过？蛮烦恼的。可是与我同桌吃饭的，这是我们同桌吃饭的，这曾经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。对，他讲什么是真的很重要。我心中很受伤，只能上座行有心。可是因为神的呼召，我们很清楚的是要离开。但是让你负责的行正走的眼泪。我长话短说，到最后，不是的这样。教会决定用一种的方式差遣我离开。我们教会的人说差遣我谁？那是台府教会里面最大的一间教会。台府教会中，你家在哪里过来？我在那边做主任牧师10年。牧师的不单是自然牧师。可以说在很多人的眼光当中，只是跟那里那不多久。我可以风风光光的离开。你可以风风光光的离开。因为总会要差遣我。总会有差遣你。是那一天，海里，当他们要拆迁我的时候，我那个插旗的时候，我一大早起来祷告。不是一大早起来祷告，在祷告当中，你待了多久？我发现神医治我过去那个2-3年的伤。如果你让医治我伤愈多久的心？神怎么样医治呢？让这样的医治呢？让我看到一幅图画。给你们是吃的一幅图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被钉在30个英里。你觉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好看吗？你的副教耶稣钉在30个英里合适吗？风光吗？风光吗？答案很明显，很丑陋，很丑陋，很羞耻，很羞耻。可是就是在那个丑陋跟羞耻的当中，可
和又得给修老和修死过种。神说世人看为丑陋，神说世人看为不丑陋，世人看为羞耻，世人看为羞耻，我看为美丽，我看为美丽。神要我向会众，向所有的人认罪。让你母子写书要给外众了才。我刚开始很受不了。我开始给他们有理。是，而是他们得罪我。然后是他们的罪。是他们伤害我。是给了这个谁？为什么你要我？不在乎你也。想要怎么认罪？是给了两三年。想说耶稣有什么罪？他和耶稣有什么罪？耶稣为什么被挂在那里？耶稣为什么被挂在那里？耶稣有什么罪？耶稣有什么罪？他为什么那么丑陋？因为在我那丑陋。他为什么那么羞耻？因为在我那丑陋。我们看十字架。我们知道。耶稣是赤身裸体被挂在那。耶稣是赤身裸体被挂在十字架上。他说：“你能够为我的缘故向他们认罪。”你能够从你如果是他们表示。人家认罪，我就想，那我到底有什么罪？不是去的鸟在，我在养你在你。什么叫启示？上有刺子。他说你这个人，我是看到一向就冲冲冲冲的人。你跟那是吃的意义早冲了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，我知道在教会在特别在巴黎可能遇到那种所谓敬拜赞美的冲击。所以帕累哈布朗有遇到教法的主义叫赞美冲击。在台普教会20年前就遇到这样的冲击。在台普过来你你有没有的？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喜欢敬拜赞美。好多年轻人是需要敬拜赞美。然后我自己刚好前一夜在那个敬拜赞美当中也得到一些的更新。我是啊，是给你哈，只要不过去。我就带着他们要来敬拜赞美。因为他们正在敬拜赞美上。过了好几年，我才知道一件事。过了好几年，我是嘛晓得。在一个传统的教会里面推动敬拜赞美。是一个传统过来过程，开动敬拜赞美。是很辛苦的事。是很辛苦的事。有护理牧师后来为我的书写了一个信。罗夫雷姆斯努比的斯斯雷姆他从来没有跟我讲，他说20年前这个当陈牧师在那边推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你说在让牧师太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他说每一次他们在台上举起手来，每一次就是被也举起手来，会后就有好多的弟兄姐妹跑去找他，有许多弟兄姊妹来找他补上他说当台上敬拜人把手举起来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把人不收进这里走。我们都觉得他们把神的荣光遮住了。我们不讲你不让你用我这一支脸。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么大的冲击。我晓得你对那个的冲击。我讲这个只是要让你知道，就是说我是看到异象我就冲冲冲冲的人。我身上不有，你晓得你是可以冲的呢。那神也后来在这个我的服事当中，很多时候在这方面带领我。好的牧师的如果就是让孩子来大人民，可是我发现我自己有一种的态度是不对的。好的不一人要求就是在我冲冲冲冲的时候，有点冲冲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顾虑到弟兄姐妹的感受，有拿够了的弟兄姊妹也对哦。我还讲了一个笑话，我还跟他们认罪的时候我还讲了一个笑话。牧师先跟你讲，在这时候就把过来给他说，有一群年轻人到这个游乐园去玩，你大哥，你上哪找幺六级的？哇，做营销飞车的时候，我这边做营销飞车啊，这个我听懂。啊，做那还得注意的。大家都很怕。然后呢，我很怕。然后在很怕的当中，有一个老太太一直还说：“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！”又是给读书做的那个台子，我冲啊冲啊！啊，这些年轻人，当他们玩了以后，就这个老太太说：“这个老婆婆，难道你不怕吗？”就是真的，又在给那个台子拿着你。老婆婆说：“我很怕。”那个台子我们何苦？那年轻人说：“你很怕，为什么一直喊冲啊冲啊冲啊？”你喊不不在，不怕不冲啊冲啊呢？他说：“我每次怕的时候，就会喊我先生的名字。”我每次呼的时候，我要找你见我们那边的名字。我先生的名字就叫做冲啊冲啊冲啊！我细声给我们那边的冲啊冲啊！我讲了这个笑话以后，我是不能给秀瑶。我跟他说，我跟弟兄姐妹差不多快1000人，我这样说，我说其实我不大适合做你们的牧师。牧师过来的要气量的光。因为我每一次有神意象带领的时候，我就冲啊冲啊冲啊。每次有任何的预言到你的时候，你也会冲啊冲啊。我很多时候没有顾虑到你们的感受。好多时候呢，顾虑的你队友。
我其实做牧师哦，不是要冲啊冲啊冲啊，不是。做牧师不是冲啊冲啊，不能。我做牧师要，我不知道温州话怎么讲，要哭啊哭啊哭啊。哦，做牧师也来。你知道意思吗？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我说我为过去十年当中，我们过去在你做中，在带领教会的时候，在大龙过的时候，如果我无意有意无意当中冲到你，有意无意冲的你数，请你赦免，请你赦免。你知道那一天我们刚好有圣餐，哎，你说有圣餐，弟兄姐妹，圣餐是做什么？用这个圣餐的作业，纪念主的爱，纪念主的礼，对不对？主的受死，主的有死。圣餐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设立，圣餐让这些意思是特殊设立，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开，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开，叫我们可以跟神合一，耶稣叫你不上无业，叫我们可以彼此合一，叫你可以彼此无业。就在做圣餐的时候，就在做圣餐里头，本来是我带领，带领什么是带领？刚好刘牧里牧师在那里，保罗夫人牧师也不带领着。我说我请刘牧师来主持，不是用陈牧师来主持。那我容许我做一件事，不是我容许我们做一件事。我说我向你们过去十年当中有冲到你们的地方，请你们赦免我。我们是否在过去在你们都是公开要冲到你的背后，请你来赦免我？我就当场跪了下。不是多解决不去。我请你们赦免，请你们赦免。弟兄姐妹，当我跪下来的时候，平时买豆红酒的时候，当我为我自己的那一份不足来认罪的时候，东风黑帮不住着的两三的时候，那个十个长老全部都跪在前面，三个进了又不知道的举着吗？最反对我的两个其中之一，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主席。最反对我是那个女朋友。马上跑到台上，我一直活在这里，跟我一起跪下，我们是一种群体，然后在我的耳朵旁边一直讲了一句话，谁给你都不行，这一个人就是我，赦免，赦免，赦免我，赦免，赦免，赦免。嗯，前场的弟兄姐妹哭什么？因为他们也都知道，我们过去一两年里面为了意向不合，有很多的冲突。因此嘛，晓得那是为了小事一意不动，一起服务。那一天礼拜结束之后，还有你那把结束之后，有一个姐妹这样跟我说：“两个姊妹对了。”我牧师啊，我哥哥是个牧师。一个不是人啊，都是个牧师。每一次教会他离开教会的时候，都受到很大的创伤。每一次你离开过来的时候，有的很多的挫折。他说，在我基督徒生活里面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。在我们这个小组的我那次都那不行。他身边有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。你上边把眼睛拿上一岁。跟他说。故意说。跟牧师说，我要受洗。不是我，你也有谁？为什么要受洗？为什么有谁？他说这不是人。你不该负责那。不是说这不是人啊，这不是人，不是好话。所以呢，我该负责那个人。这不是人的作为。你不该负责那个作为。这是耶稣的作为。该是耶稣的作为。他说他要受洗。该负责那个不是你有谁？那天我明白到一件事。还有你们是文化的，其实很多时候，当我们跪下来的时候，他们都知道跪完举不起手。我们觉得是个羞耻。我们羞耻。我们放下自己的面子。我们暴露了自己面子。我们可把自己的面子钉十字架。我们不是自己面子钉在这个。你知道耶稣就有面子吗？我们晓得耶稣有面子吗？你相信吗？你写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自己的意要撑面子。我很多人可以是自己面子的面子。耶稣就没有面子。耶稣有哪面子？弟兄姊妹，不是吗？神要叫我们得什么样的恩赐？然后有你的那个恩赐，就是像耶稣的恩赐，就是耶稣的恩赐，
神召我们来，让你接我们来，让叫我们向你说，要我们耶稣。今天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如果给你明白给道理，我求圣灵来光照我，我们叫圣灵来光照我，我不用再一直来靠自己的行为来称自己为义。你这一份我靠自己，我怎么称自己为义？神称我为义。让称呼你为义。神既然称我为义，让基督称呼你。让我好好的看看自己，我你好好的自己认罪。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有什么是我需要认罪的？叫圣灵来光照我们，你要我对我是怎样在意？当我愿意为耶稣舍弃自己的面子的时候，都我们愿意为耶稣舍弃自己面子的时候，耶稣就有面子。耶稣就有面子。耶稣就得荣耀。耶稣就有荣耀。再回到那个最困难的地方。我在那个最困难的地方。神要先开始。你能也是开始。当我伸出手要跟他握手的时候，当我伸出手的时候，要是对方不肯伸出来怎么办？要是对方不肯伸出来怎么办？有理不是这样子。罗夫雷姆斯你能过？你若愿意伸出来，你手伸出来。这是你自己的决定。这是你自己决定。对方怎么样，那是对方的事。但我怎么不是带过的事？若是对方伸出来，感谢赞美神。要是带我扛上去了，就得赞美神。若是对方没有伸出来，要是带我挠上去了，他说你就握到耶稣的手。你有握的耶稣的手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啊，我邀请我的姐妹弹一首诗歌。那我们唱这个诗歌。我今天要对我们有一个挑战。这首诗歌很简单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我们这边七十四个，三十个，永是我的荣耀。什么叫做十字架是你的荣耀？咱们走30步是你的荣耀。耶稣的荣耀，对。耶稣的荣耀带。可是耶稣怎么样彰显他的荣耀在你我的身上，在教会里面呢？那耶稣在哪？在你用什么的东西帮助人继续你的荣耀？弟兄姐妹，是你跟我愿意跟随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是你跟我愿意。他没有罪，先替我们成为罪。今日拿在第五，你认他极其荣耀，先替我们成为羞耻。你这一次荣耀差子，他本不需要受这样的痛苦，他却为我们担当这样的痛苦。原本的是劳痛苦差子，我应该把大大我的痛苦。今天你愿意？今天你是不愿意。我唱两次，我唱两次副歌，好，我们请大家都一起起立。我是唱也是。